哈喽，我是绿色系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新的系列，标题名字叫做《日心魔族生存》啊，非常日心魔族生存呢，解释就是每天新增魔族的一个系列，应该说是每一集啊。哦 ，OK， 那。前面我就看到村民房子，OK， 那么我们就先去村民那边，直接先给他拜访一下。OK， 好，甘蔗也是蛮需要的，因为有传送书的模组。OK， 村民屋。这个村民没有经过扩大，所以是个算是小村民屋，什么都没有。OK， 很好。那我想下面还是挺丰富的，下面有吸血鬼，非常的可怕。OK。那我当然就是先照着传统挖木头先，但我现在已经可以挖石头了，所以发家财了。算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去下面挖好。OK， 那就先做出工作台，然后。然后我们的石镐、石斧，然后还有熔炉之类的，哎呦，下不去。就是我们的基本武器实践，还有没了，还有熔炉而已，熔炉。哎呦，村民，耶！好了，这是最原始的设定。咻！是谁把田踩掉了？我不想种回去，做锄头太麻烦了。胡萝卜，OK， 好，剩下的我的，那先杀羊好了，我们先从床做起，巴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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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想要一个羊毛，你知道哪里有羊吗？哎呦，僵尸！羊！没有羊，没有羊，我要怎么做棺材啊？有猎人，显示设定，应该是在显示设定啊，我关不掉，
好吧，应该是我在找不到的地方。OK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先去找一个屋子定居。啊，没错，两个屋子都是烂屋子，都是这种会客厅这一种，会客厅很烂，我还是住这里好。这还要分楼层，先在这里定住下来。去2楼睡，还有熔炉。OK，好，那剩下的工作就是去洞窟挖我们所需要的。还有煤矿，前面有窟窿，先做出一根火把再说，太暗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呦，都没有，那么乖，就先把矿物挖一挖。反正有基本装备之后，有基本装备之后，再去跟吸血鬼缠斗一下，然后之后就是变成吸血鬼。我听到吸血鬼声音了。哎咻！我看到吸血鬼。哎，哭工。啊！又一只，吸血鬼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好，吸血鬼獠牙就是变成吸血鬼的一个最好道具。哎，这是骨头，骨头就是召唤师技能，有一只。不同品牌的吸血鬼，我现在还是吸血鬼猎人，先挖煤炭再说。可惜没有吸血鬼猎人的武器，如果这个模组可以选，就会更好玩。可以选吸血鬼或吸血鬼猎人，帮派模式。想太多啦，先从铁矿开始找吧。危险！不会留下来。果然，创世神还是有创世神定律。哦，我听到吸血鬼的。叫声了，那哎呦，我被吸血鬼打到，我应该没有变吸血鬼吧？把它变成吸血鬼还要好长一段时间，因为吸血鬼有等级系统，就是四级是最基本的。因为它可以变成蝙蝠进行飞行，虽然变形模组也做得到。
不怕。哦，这不是我的错哦。这好大哦。这边有水。还有一个现场烧铁。附近应该是没有怪物，从小地图看。OK， 好，没有 ，Very good。先来做个水桶，斧头可以不要，先做个桶。OK， 这边还有，哇，再挖，再把它全部丢进去。剩下就是我再去前面小心的看一下。哎咻！我的上面有怪物，啊！我听到吸血鬼的声音。哎呦！谁？来者何人？来者是客。不！哦，怎么是晚上了？哎呦，怎么是晚上呢？救命哦！我还没装精英怪，不用怕。救命哦！跳！我死掉的地方在这里。苦力怕跟吸血鬼，走开！我先去睡觉。他会绕路呢，他好聪明哦。这就是吸血鬼跟创世神怪物的智商，就是不一样。不愧是经过强化的。有怪物在附近，有耽误爬楼睡。谁啦？那我去顶楼睡。哦不，他变成吸血鬼了。赶快把他干掉！赶快把他干掉！他拿虚弱的人类心脏。不，你刚把谁咬死了？不，这地方没村民了。不，这地方没有村民了。这个地方村民灭团了，算了，不关我的事。反正我也没有太想住这里，只先暂且，因为这边有矿洞，暂且住一下。OK， 先去把我的铁拿到再说。不要开火！不要开火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自己人啊！喂，自己人哦！哎呦，好多只哦！自己人，别开火！啊！吸血鬼很讨厌哎。先去做东西，铁剑、铁镐，
寒光照铁衣。好了，再去挖一点木头，之后再下去，再看看附近有没有更好地层、更好地下层模组。那个东西算是没凡需要的，里面有一些精彩的 BOSS， 可惜没那么简单。以后就要变成蝙蝠飞一下，然后就是防晒膏嘛，非常需要，可以抵抗阳光。24个，好，下矿吧。冲啊！再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丢上去。OK， 那就 Go Go 吧。Go Power Ranger， 噔噔，哎呦 ！Go Go Power Ranger， 在哪里啊？你哦。东西利亚，铁裤啊，铁鞋啊，这还有虚弱的吸血鬼獠牙，刚才是虚弱的吸血鬼，好，都打完了，结束了，工作才送你当奖励。OK， 好，继续探矿吧。那就继续往下走。吸血鬼，OK， 我们先做火把。OK， 喂，峡谷，不要。不要推我下去，先在这里放一桶水好，然后之后呢就是再去这边捞一下水。哎咻，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之后呢就是下去咯，哟呼。好多吸血鬼，哎，好多吸血鬼在等我，走开啊，可以吧？救命 ！OK， 先找到陆地。残血的，赶快来跟我打！死！你也是。OK， 把铁钉挖一挖喽。把铁钉挖一挖喽。OK， 那我们的目的还是一样找钻石。Go。
啊，钻石找到。恭喜你呀！两颗。麦克风被我吹倒了。再看看上面有没有。铁定是到处都有啊。好吧，来挖一点。可是还差一颗钻石才能挖黑曜石。棘手啊，因为要有黑曜石我才能做那个吸血鬼模组的东西。挖不掉啊。还有僵尸要跟我单挑。糟了。去找其他路好了。就找其他的钻石之路，就是那里。这有僵尸，上面有黄金，黄金也要挖。我记得东西也要黄金。OK， 那就先返回吧。先回城喽！哎，上面好多怪哦！哎呀，算了，这里不宜久留，先退一下。没错，还有一颗钻石，在哪里？哎，峡谷不是那么常见。总不能直直往下挖送死，看来只能找新洞窟了。因为这边很多洞窟一定都是连着那个峡谷。这边是如何？啊！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我了，我也都被你们杀了。前面好像有一只苦力怕。好吧，前面真的有只苦力怕，绝对不是假象。哇，血族胸甲那么多铁装啊，还是挖一点走好了。下面又是什么？下面就是只苦力怕。下面有插过火把。好吧，应该可以走了。去寻找新的洞窟。然后我要先得到黑曜石之后，再去变成吸血鬼。这样就可以直接先做出那个吸血鬼的升等装置。现在是晚上，该不是早上吗？是变晚上，好可怕！OK， 好，先去睡一觉，之后再来想要干嘛？反正这边村民也灭团了。
那么我们先趁着前面的光头先生还未离去之后出来。他会一直跑啊，他就是不过来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哎，看到他，冲啊！然后不见了。真的很爱顺欸。前面是三弟，那我就先变成吸血鬼哦，之后再说。变成吸血鬼之后再说啊。今天这一集真的不能变啊，因为吸血鬼的那个升等装置真的需要黑曜石，然后地下又没有动物，我只能做血瓶来当做粮食而已，所以我想说今天在人类状态先拉到再说。OK， 然后把垃圾留在这里，差不多就可以走了。需要我的吸血鬼獠牙，37个铁矿。趁这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吸血鬼的东西，棺材啊，传送之书，血瓶，契约钻石。血瓶应该就是血，就是那个空的瓶子加上人类心脏啊。钻石可以做契约宝石，巨狼蛙血瓶，来看一下这些东西。没错，就是需要黑曜石，然后我记得还有个玻璃缸，就是装血的，装血的，这是没差了，这我是拿得到。嗯，切入的那个就是会要越叠越高的塔，那个我之后再叠，等级越高也就要叠越高，就是越强大的人责任越大的意思。把床带走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要往哪边出发呢？这里好，先出发再说。Go！ 怎么这边有吸血鬼声音呢？凶啊！啊，前面是树林哎，我是要进去吗？进去会迷路呢。杀人时间，好吧，我们就先穿过。前面是沼泽，要穿沼泽。嗯，找得到喽。OK， 那鸡顺便找看有没有更多地下层，然后前面有个奇怪的东西，我先去看一下。这不就是那个吸血鬼的契，就是插下契约之剑的那一个。嗯，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读，可以破坏吗？不行，看着就是要钻石镐才能破坏的高等级。哟，哎，两只吸血鬼在这边吃摇头丸。
good. Mm-hmm. 到处是纸，这是怎样？这是让人住的地洞是不是？穿来穿去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吸血鬼猎人，嗯，好吧，哎，前面有村庄哎，前面是扩大过后的村，怎么是水上？应该是村庄没错啊，因为我不记得更多地牢会有这种。更好的地下城后这种东西，嗯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可那里看起来真的很怪，房子有那么大吗？房子有那么高吗？才对。哎，这边是，哎，这边是。好，高阶村民住处。等一下，有点荡。等一下，有点荡。这里真的太大了。里面应该就是一般的屋子啊，这应该就是沼泽的村庄，应该也是受到吸血鬼魔族才延长了。先把东西干走再说。没错，要先拿东西。我刚才吓到，我刚才是不是看到铁巨人？荡呢？啊，玩错了！完蛋，完蛋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这是平常的吗？还是变柔和了？不可能，我中间准心坏掉了。等一下哦，好，调回来了。我刚刚调到的就是在创世神之中绝对不想按的东西，那是调画面材质。其实那个其实蛮方便的，就是刚才这个东西可以，其实你在做地图的时候，做一些恐怖地图啊，你可以叫他选择那里的哪一个。因为刚才有一个好像是那个黑白风，就是做一些黑白地图可以进行使用，就是直接帮你调成真正有气氛的那个种子，这样就不用自己在那个设置材质包的黑白砖了。然后刚才好像还有恐怖风的，就是有点就是动物的声音都会变成很奇怪，就是刚才。应该没让大家听到啊，你们有兴趣的时候自己可以调，那实在真的是有点蛮有趣的。虽然我个人认为我是不会点啊，做地图的人可以参考一下，就是使用那个东西，虽然会让观众会让玩家不舒服，那头会有点痛，头真的有点痛。碎铁匠铺吧。
继续赶路吧。那接下来就是这边，就是我这边就设一个坐标，我记得。我变成吸血鬼之后，可以来这边吸一点血。哎、欸，前面有，前面有，前面有，更多地下城模组，看到了吗？那个，看到了吗？里面应该会有钻石，里面有可能会有 boss。哎、欸，早知道就先睡觉了。对，我现在要用一点小聪明，就是。我们先用棺材变成晚上，之后马上变成早上，就是那边就是重生点了。那我们就先设置一下吧，先游到那边再说。然后里面宝箱希望会有钻石，然后这边非常应该是受到这里的侵扰，那就先变成木头。羊毛，嗯，棺材怎么做？哦，想起来，那我们就先活人睡棺材。啊，醒来之后马上睡觉。OK， 好，啊，就先。调成打地牢的模式，然后食物这些要准备好。OK， 好，东西就先留在这里，先走吧。哎，冲出来！下来啊！下来啊！下来啊！哎呀，离我好近，走开啊！走开啊！哎呦！你是不是要喝水了？因为更多地下城的怪会。喝那个补血药水，喝嘞，很爱喝。啊，还有一只，哎，好多只哦。先跳下去再说。水下面我的主场啊！你是不是想喝水了？你是不是想喝水了？一脸喝水一样。哦，这边哦，生肉都不吃了，垃圾也丢进去。你要去哪里？他喝水了啦，换你喝是不是？啊，钻石装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干嘛这样？我只是在看你们喝水而已。不行啊，武器还是太烂了。好多只哦，这边有那么多垃圾。喝嘞，喝嘞，想喝是不是？这边有一只弓箭手，
随时给自己做好逃生路线。你在捞啊？尽快爆了啦，手下留情啦，我尽快要爆炸了。那个人要喝水了，你想喝齁？我见爆了。我还有三个，可以做一把铁剑。赚时间就先不要做吧。我记得里面会有箱子，然后箱子有一些很好的装备。Go！坐下嘞。想喝，什么箱子啊？你喝啊，酸神，有毛欸。我要武器呀、啊！给把武器。甘草捆，挖走。这是方便吸纳的小麦袋。等一下还有二楼要打，二楼就没有逃生路线了，所以算是比较可怕的。好，上楼吧。已经那么多人在等我，好多只哦！哇，先跑、哦。全部下来吧，久等了。要喝水的赶快去喝水，谁要尿尿的赶快去哦。要喝水的赶快去旁边喝一喝哦。没钱买水的，哎、欸，你不准走。没钱买水的，哎呦。钻石装的非等闲之辈呢？哎哎哎哎，你已经喝过了，不要再喝了。没喝过的先来。喝嘞！不要给他喝。你们很烦呢。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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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你们还有第三瓶水。这两个钻石装的已经喝过了。哎呦！先打出四滴血，没水了哦。呜，这水真多哎。丢一下热水，
好，进去吧。二楼的一层怪物差不多都被清完了。哦，太小看他们了，他们的兵力多到吓死人。他们还养蜘蛛哎、欸，还有两只钻石装在那边坐着。喝嘞，这是食物房，都没有装备房。两只钻石装在那边坐着，没东西就给他们做吧。安安你好，再见。钻石装，就一人看守，小看我啊！我只拿我身上能装了。哎，你追来了，这么快，很好。那前面两个钻石装的也束手就擒吧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哎呦，那个人要喝水，那个人要喝水，要给他喝。你也要喝水是不是？快要晚上了，先去记录点那边睡一下，让我睡觉。冲啊 ！OK， 好，等一下继续攻略这里，先尽量找到武器房。怎么这个的武器房有点少？我记得我上一次打到的蛮多的，那这一楼应该没什么好看的。第三楼层，第三楼层怎么会有这个？啊，吸血鬼！杀！啊，不会扣血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魔法杖吧？先去做武器，不行，我要先去做武器。我的铁定有没有绿宝石剑？我记得我还没装绿宝石设定模组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跳哦！马上把熔炉摆下来，快烧！丢掉，再丢一下垃圾。有了吗？铁剑，好了，可以继续打了。拜托，武器房来一个好不好？他们怎么瞬移到二楼啊？他们不是追我追到一楼啊？喝水嘞！单挑我不会输哦。单挑你想喝水也没有用哦。我们就把他们的旗帜带回去，证明我曾经挑战过这种地牢。凭什么在我面前刷？六个煤炭，去三楼。
好吧，这里就是没有武器房。武器房会存放一些高等级武器。要顶楼了。我记得这边没有 boss 嘛，这种地牢没有 boss。怎么又是食物房？先把小怪清一清吧。你就别喝了。就是普通的楼梯间，吸血鬼。啊，没有武器房。这个应该就算是那种，就是元素塔的这一种，就是有一些中介传送门啊，一些比较奇特树屋啊，就是比较奇特的。武器房倒真倒没有，本来想说可以从这边拿到一些好武器，没想到不，龙不，哎呦，上面是蜘蛛等我，好，全部看完了，好了，差不多可以离开这里，呼。这些塔没什么啊，没有 boss。OK， 那这边就算看完啦，差不多可以离开这里了。OK， 那就把东西破坏破坏，就走吧。好多。这么多，我要做什么？对，我还是要找钻石啊！对，我是要找钻石而来的。等一下，我是找钻石而来的。我怎么在打地牢啊？真是的。钻石在哪里？哎，我们是……算了。就打完一个地牢，那算了，今天的时光就这么结束好了。那下一集就是去找洞窟，那我们下一集再会咯，拜拜。